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自动聚焦的一个相机，它的像素是600万像素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工作距离是100，正好这提示线为近的一个工作距离。我们先放一下，这里边有一个小黑标，这个点一下出现一个，右下角的话呢，就这一部分出现一个倍数一倍，那么就我们叫电子放大，能放大到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距离110，加个照明的话呢，它的工作距离只有大概90左右。把那个工作距离往上调，